同一师投手潘威伦、高健三去年底到日本鸟取县 Warwin 训练中心亲身体验铃木一郎的训练方式，每天的练习菜单都会针对选手体能加以调整，其中重量训练部分更是让大家印象深刻。它是一个出动的原理，那在一个延展角度拉大的时候，通常会让你的筋膜那会比较柔软度啊，肌肉柔软度跟你的关节角度会比较顺一点，那比较柔软一点。我觉得，而且在你在活动的空间，可能在你的加速度跟你的灵活度上会有所改善。角度会变得比较大，啊，然后角度变大，又对，当然对我们投球就是有很大的帮助。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那个力量的释放呢，就是更能够发挥的淋漓尽致。然后，所以我会在想要再去，就是因为有要引进这些器具嘛，所以我想说，能够继续持续下去，对。至于今年签下复数年约的外野手刘富豪，也从日本自主训练中得到很大收获，新球季更希望激发极限，突破自己。因为是第二年去，然后训练的成效也不错，然后就是小三博士呢，就是有希望说我跟高国庆就是来在新的一年有一个在全垒打上有一个较量，因为小三教练对我们的期许，然后叫我跟他做就是竞争，那我要先赢他一支，对，至少要赢他一支，不要输给他。同一师新球季将延续去年首度采用的美职模式，开放球员自行安排自主训练行程，搭配由首席兼投手教练郭泰元引进的日式球风，要带给球迷们全新的英雄效应。外体育新闻综合报道。